家里面全部打三个字，茶毛怪，因为俺没侮辱，给俺们看一下，快点打三个字茶毛怪。不走了，对吧？睡了。你 也不走去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也啊，休息我给吧我叔你。叔打电话了。啊。我叔叔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啊。叔叔虽然对别人怎么样，但是我叔叔还是我。家人们，你们也知道我叔叔那个脾气，他对我虽然怎么样，欺负我会怎么样？你怕不怕我叔叔？我知道你见到我叔叔你就跑的人，阿梅，我要打电话给我叔叔了啊！我马上就关直播，打电话给我叔叔。你不走是不是？你先听，我什么都不听，我数到你先十，坐，好，我不给王菲说，我就是要打给我叔叔。你先听我说，你来，听。要么你把你被子一起带走，要么我把你被子也扔了，我直接让你走，一个人走，被子留下来。不是阿梅，你先听我说，不是，我不想听你说话，我要打，不是，家人是。们，等一下，你过去，我给我家人们说，别过来，家人们，他挺怕我叔叔的，因为我叔叔本来就脾气不好。阿梅啊，你觉得要把我叔叔叫过来呢，啊还是走？也不要这样，他你那不个要仗着我们家没有什么靠山啊！那我么们我妈家妈虽然只有我妈妈跟我是大人，但是啊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不要忘了啊！你那么晚不要打给他嘛，今天晚上你我就不是是我我不就听让你你废让话，我我数到十，就是你个蠢十，货。要不要把东西收拾？我家就不这收个拾是吧？真的那样了，真东西也不收拾了是吧？不是我你不家要人不们，要你们给，现在，你不要给你叔叔打电话嘛。家人们，无论是我的家人们还是曲布的啊，真的是他的爱曲布的家人也好，你们都说我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赶人家走怎么样？无论你们怎么说我啊，但是我在我这里的话，曲布他就不值得我去同情，所以我要把他赶走。我不管你们怎么恨我，怎么骂我，我都要把曲布这个人，因为曲布这个人只有真正了解我的人，跟一直默默关注我的人，才知道曲布是什么样的人。阿我梅数到啊，十，不是阿梅啊，十，我给我叔叔打电话了啊！你不收拾，我走了。啊？哎呀，那个阿梅，你就不能说，哎呀，走不走？我给我叔叔。哎，那，你真的是，你那个要去，不，别说话，别说一句话，走，能不能什么？那个就不要给你要不要？你啊，要不那要个让什我么叔叔给你买啊？啊，看是我叔叔好久没收拾你了吧？老提的那个叔叔，这个村也就他能收拾你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见过我叔叔的？见过的扣个一。我叔叔那个脾气，全部在他面前都不敢说话，在我面前天天欺负我。你看，你那个就。不要跟他说了嘛，今天晚上我就吃你吃饭嘛，好不好嘛？不好，我要是睡厨房，明天早上明我天，起来，我这些电饭煲全部都没有了，你们信不信？不是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曲布要我是今天晚上在这里的话，明天早上我这些东西还在吗？啊，还在不在？肯定不在了。你真的是，你真的直播间超网过络我卡的话，对着了。阿美的屏幕这样子点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关注，点关注，在这阿个地方妹。点。给阿美点了关注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！直播间家人们，然后加入粉丝团的话，在这个地方有个小黄色的小信息，点进去，加入咱们家的粉丝团。曲布已经把他赶走了啊！阿妹，你真的是一点人气都没有，我一点人气都没也不有。是，我认识的阿妹了，对，我现在变了，变了，以前的话，现在是不是你动手我都不敢说话了？你变了，我变了是吧？你看现在多乖嘛！你看，你现家人们，你觉得我这个做法对不对？对的扣一，不对的扣二。你现在有了王哦，你现在不是，你现在真的是变了，你就变了。因为王菲好啊。变了。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直播间哎，所有的家人们，就是你们觉得啊，我赶他走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变了。
他一直说我变了，我自从王菲哥他们来了我就变了，怎么怎么样，变了，因为我因为我有家人了，因为我有你们了，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怕了，谢谢你们。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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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你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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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什么变了啊，变了变了啊啊，谁变了啊，长发怪变了，长发怪变了。你骂谁是长发怪？家人们，长发怪是什么意思？你凭什么骂我是长发怪？没事，我随便你骂。小时候我跟你讲，吃不吃那个五毛钱有五个那个泡泡糖，他吃了，他把那个弄到我头发上，然后我头发，我妈妈把我头发剪了，真的，吃不很多事情我都不想说出来。变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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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了。变了变了变了，变了。我。哎呀！变了，变了，变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发什么气呢？啊，不是啊，我这个。你们觉得曲不值得我可怜吗？变了，变了，变了。曲不真的值得我可怜吗？曲不。变了。对，我变了。走吧，以后不要再过来了啊！阿妹，记得。记得什么？你又要对我干嘛？啊？记得。记得什么？记得什么？啊？变了，变了，哎呀！长毛怪变了。卡在这里了吗？长毛怪变了。什么？变了，什么叫长毛怪是什么意思啊？走啊，你走，这个卡在这里了吗？啊，这个搬不动了吗？卡在门口了吗？快点啊，你怎么这么无赖呢？阿美啊，哎曲不哎走，阿美，你走啊，别这样子嘛，其实那个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他不知道又要说什么了，快点坐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不过我不坐，不是他一直在这门口直播间，家人们，那个我跟你直播卡了吗？卡了就点点赞，点卡不卡呀？不卡，卡的话点赞就好了。什么？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嘛。你说。别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说到底你也是我妹妹嘛，对不对？我什么时候成为你妹妹了？哦，你怎么哪有妹妹赶哥哥走的？我什么时候成你妹妹了？啊，你只是你不把我当哥哥了，我是你走，记得给我关门，走。我是一直把你当我妹妹的。啊，对，然后呢？那世界上哪有妹妹赶哥哥走的？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妹妹了？啊，你在我相亲对象面前说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成妹妹？你一直都是我妹妹。直播间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在我相亲对象面前，说我乱七八糟的，他害我害的还不够吗？现在又说把我当妹妹，不是你这个东西是搬不走了吗？卡在这里了吗？啊，这是卡在这里了吗？走不走？真的变了，我变了又怎么样嘛？我现在变了，我变勇敢了，不是我变坏了。变了。你们觉得是我变坏了，还是我变得勇敢了？因为有你们支持。心也变了，人也变了，什么都变了。我什么都变了。现在对我说话语气都变了。语气都变了，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来，以前我说话是什么样子的？啊？以前的那个你。跟现在的你完全是两个人。阿美，你是不是被鬼上身了？我跟你啊，变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大晚上的。变了。你说，走。我只是变勇敢了。变了。走啊。走不走？你吓我一跳，你是干什么？阿梅啊，你
你到底要干什么嘛？阿梅啊，那几天我就睡你那个这里吧。为什么嘛？不跟我睡的，我睡这里吧。你为什么要睡这里嘛？睡这里，然后明天家里面也不能睡了，真的不能睡了。然后明天早上也给我想给我保一个惊喜。你我保一记一开家门就能看到我在给他开门，他保来敲我门的时候，我想给我的宝开门。你真的想给我的宝一个惊喜？你的宝，他平时他以为我不可能在你家，这不可能在你家里面嘛。然后他明天来的话，我就他敲门的话，我就直接，我是我给他开门，他以为是你给他开门，然后没想到是给他开门。别说了那么多废话，滚出去，可以滚出去了。为了我的幸福一下嘛。为了你的幸福，为了你骗人家。骗我要帮助你骗人家，对不对？骗什么呀？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喜欢小小的？我是真喜欢我。他是不是真心喜欢小小的？我这个房子，你不要这个房子，你。如果我不爱小小，你的房子都已经塌了，你还在拿我的房子去发誓？真的，我以这个房子发誓，如果小小我不爱小小的话，这个房子就塌，这个房子就塌。你好意思不？卡吗？卡的话点赞，关注在这个地方点，关注在这个地方点。我以这个门发誓，我这个门都快坏了，你不要发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个房子嘛，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我的。我以这个房子名义发誓。别那个拉客了。你今天没完了是不是？那阿梅啊，那个厨房不能睡的话，我睡这里嘛，这里你看这里。这里不能睡啊，这里也不能睡。这里让我拿个手电筒。这里嘛，你看这里，这里怎么睡嘛？这里我铺在这里睡吧。你铺在这里睡啊？啊，这里睡。家人们，在这里的话，应该不关我的事了吧？只要不是在家的话。我在这里睡的哦。在这里的话，家人们应该不关我的事了吧？这个地方睡吧。这个地方还关什么事嘛？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就已经搭，已经住可以住旁边了。不行是吧？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我家。这个地方已经住旁边了，你看。主来曲布，我找个地方给你睡。家人们，我找个地方给曲布睡。来，曲布，过来。啊、你过来吗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来，我们家的母猪来、啊。来，这个地方。啊，你去睡，你去睡。你去睡，你快点去睡。你去啊。你这个地方适合你，去吗？那这个地方，怎么睡嘛？这个、直播间家人们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觉得直播睡这里好不好？这地方睡，我被那个猪压死了。那个屎的，怎么睡嘛？你们适不适合直播？你适合你，适合茶猫怪睡，适合你，你去睡。这个地方我感觉适合直播，来直播，去睡。适合你，你去睡。快点去。如果真要比适合的话，你的话适合这个，我的话适合这个。这个那你去。不是我说的话，我说的话咱们两个都这个。这个都干净去吗？对，干净。那你要去那个地方睡哦。对，我去这里。来，你去这里吗？你去吗？你先去，你先去。你去吗？你去吗？大傻。不是，你先去，你先去，我就去。你去吗？你去。你不去了是吧？不去了，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睡，你可以，你去。对对对，你先去，我就去。对，你去吗？你跟羊睡，对对对对。可以去跟羊睡。去吗？没事没事，去不去？这里还干净。对对对对，干净。去吗？下面地方不怎么干净。所以你去吗？主播你去吗？猪的话全部都是。对对对，这个猪不干净，跟羊睡。你去那个猪那里睡。你对对对，你去跟羊来去。慢点。再吃奶了。小羊在吃奶了啊。小在吃妈妈的奶了。去嘛，没事，不影响你睡。你去吧，你去了你，我去这里。好，你先去。去啊，不去是吧？不去我走喽，去不去嘛？又干什么？那你怎么睡嘛？那你？那你睡一个。来。那个猪让你抽的。把你的手电筒拿起来。